大家好，我就是网络传说深山哥。微信里面最近刚刚开通了电子社保卡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保卡。好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假如有一天你感冒了，到医院里面打针吃药花了1000块钱，如果你没有社保卡，那你就要花1000块钱。假设你办理了社保卡，那社保卡会帮你抵消掉900块钱左右，你只要花100块钱就可以了。这就是社保卡最基础的作用。那微信里面的社保卡我们应该怎么办理呢？跟着我带你一步一步怎么办理。我们首先打开微信，然后再点击钱包，再点击城市服务，看到了没有？下面就有个电子社保卡。好，我们再点进去就可以填写你的资料办理了。有了这张身份证，不是，有了这个社保卡，你就会很方便，特别的适合老人和小孩。所以看到了赶紧转发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们，让他们也享受一下社会带给我们的这个好福利。好，这期我们就录制到这里，大吉大利，今晚记得关注深山哥。